也准，是阿弥人救起。
流れる鷺は走る遠い岬の额头怪心术，额头怪心术来相救了这个一德姑，也人一个风声讲，这个额头怪心术是阮老师玉鼻灵声无水神笔，奇怪哩哈！也阮的这个玉鼻灵声，就是让这个一德姑怕死，按说这个一德姑性命危险。额头怪心术，而且翻了倒转来相救了这个一德哥，到底什么原因？您别三件对，对了，这里门框来了。老仙哥，老仙哥，地头。你这个装扮，我三件，今仔日心肝看你都会流泪，哈！伊安尼好，伊安尼看你手中什么也是动分，而且头壳上插了三支的清油，脚趾片所在去排一个新珠牌呀！听着你讲这个新珠牌啊，就是你的骄傲呢？是呀、啊。为了不要为在我的家后必将我来报完仇，来伤得着我无一个大兄，连个开天鬼也无着不着啦！我来用规着我家后的神龙珠牌啊，排在了我背后，惹了我家后这个动魂，头壳上插了三条的青绣。是啦，我今日必须我今日随在我身边，会当扎住你，来收你母这个大下，为我今日必须我不还手。三件，今天无头怪神出来相救了，一道怪大事，但都唔免去管伊咯。最主要规范讲，你三件会当扎进去，帮助了我鼻头骨，来扎出了铁那根连开成鬼样，我就被你干翻。为我今后必用我来算下清仇了。好，阿弥陀，死了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假，我已经替你扎出连个开成鬼样，我就被你人。行吧，交车，交车必伤我，灵魂随我，被他们炸出了无尽的峡谷，连个开天的鬼啊，我丢不得人了。